接下来关心地方迁葬的争议，东山乡公所积极来推广环保自然葬法，选在东山鹿埔第四公墓1.57公顷的土地来进行示范区，而3月份起陆续来进行起掘以及整地工程。为让民众更了解自然葬法，公所今天特别召开了说明会，也听取乡亲的意见。不留骨灰，还给后代子孙一个干净的空间。东山乡公所率先实施环保自然葬法，未来将利用树葬及花葬等方式，让先人遗体回归自然。获得内政部补助500万元，选定东山乡第四公墓这片1.57公顷的现有土葬区作为示范区，并安排家属申请迁葬事宜，进行原有墓地起掘整地工程，并在今日召开说明会。我希望讲，这里有这所在，咱呈现出啊，环保葬法干哪骨头？啊，如果拿安尼讲，咱的土地啊，这里所在后盖老机会吼，你拍电话的机会，只要有20家的岗位的吼，如果来顺利来讲啊，就在塔位吼，只要20家的这个岗位的，咱这个范围有几高大？所以讲，这是一个这么好的地理，这么好的所在。咱为什么不爱来加好好啊来加规划？这是后界咱要住的厝，咱有权利选择讲这后界咱要去住的厝。但这条路大家拢爱行，我后界我嘛爱行。你这个禁变区内底，你若要迁起来，我即摆有临时套位，我转家提起来，我临时套位，我这个拍起好，互恁放入去拢免钱。啊，如果你若讲啊，我著买到遮，我要来刷来到位啊。咱有殡葬条例、赔偿条例，咱迄有一个赔偿法，我一定爱照这行。哦，所以这是啊，你这所在甲大家说明。对于迁葬有家属反映劳民费时，申请期限过短，而且没有举办公听会就要执行迁葬命令，实在没有道理。啊，老弟，你迁葬，迁葬这个地哦。唔是地方建设啦，啊地方建设无办法，你用地方起节，即代表会通过，啊就拨管政府财管，啊就是零。这个政策应该首先办公听会，哦，房价哦，灾情哦，拢有申请，咱工作拢有申请资料哦，哦，恁先来买，首先来通知阮再介绍。哦，你要要要要用嘞，要实施嘞，来叫阮这外面来才听，跟配合。啊，这个都关节呢，要是变旧啊呢。哦，公益化这样就好。哦，啊，大家吼、哦，心平气和啦。哦，大家吼、哦，不论咱来各环境，啊，希望内政部这边时间慢定下也难啦。乡公所会将地方的心声带回研议，他们强调环保自然葬法是一种时代趋势，虽然没有办法达到人人满意，但公所会不断召开说明会，与民众沟通达成共识。宜兰新闻记者林奇硕采访报道。